口的椅子里，去暗夜中将我照亮。那是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你给的星光。那非常开心哦，真的唱秋实实在在已经走了十个年头。那一天本来是刚好是全民运的开幕，那刚好也有比赛，那刚刚好我们也把这个比赛纳为我们的一个活动之一。下午的时候健走，晚上的时候听音乐，早上的时候看脚印，全民哈运动，晚上来唱秋，时时又在在，就在17、18。对，那也谢谢我们所有唱秋的伙伴，真的辛苦的这十年来，那花莲施工所也会继续支持。有一位歌手，对，他就在我们对话当中就说他想来，然后我们就说好啊，你来啊，因为我们量他不敢，因为他还要跟经纪公司报备，他是很大的经纪公司哦，经纪公司报备，然后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演出的费用跟时间，对，时间是一整个40分钟的时间。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从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到最后确定修改了整个活动的内容。对，那一位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唱秋大来宾，就是谷谷那个吕思伟。他在11月21号他自己在北流要办自己的专场演唱会，售票演唱会，他愿意在10月18号先来唱秋，但是他保证他所要演出的内容跟他演唱会是完全不一样，他要做一个他想要做的音乐，然后是之前他想做但是不能做的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商演必须有商业考量，包括他在唱秋时北冰等你哦。谢谢。